今天是 Boxing Day， 好多人呀！我们现在在 Napier 的主街上，热闹呀，跟昨天就可能不太一样。昨天大街上就没有人，当然昨天我也没进城，我就是猜的。逛街之前必须先把肚子填饱，于是我们来到了这家餐厅。这是这家餐厅在室外的环境。我们中午点的是Viking Beef Burger， 超香，超不错。吃完饭来逛街啦 ，Latest， 好多人。之后还逛了一逛别的店，比如 Nude， Farmers 等等，但感觉好像还是网店更方便。晚上吃的这个咖啡 Anatolia， 安静的街道和早上的喧闹完全不同。Boxing Day 就这么过去啦。其实今天也没有买什么，在大街上买了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，也没有多贵。然后其实它平时也不怎么打折，还是主要是在网购，网购还是挺方便。然后买了一个新的无线鼠标，这样以后打双线缝更方便了。然后还买了两盒乐高，一盒是梵高的，一盒是一个摩托车，然后和一个小汤一起拼。暂时好像就买了这些吧，可能之后还会买一些别的东西，因为一直想买书架，然后再看一看，如果有合适的再买吧，也不着急。这就是我在 Napier Boxing Day 的一天啦，只是想用这个简单的视频记录这么一天。